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呀，米妮家的大房子，我们跟着米妮参观一下吧。这是个大浴室，唐老鸭可以过来这边洗澡。进去浴缸里边。好啦，洗干净了，出来吧。唐老鸭还可以过来这边，坐在椅子上把头发吹干。我们让米妮带我们去二楼看看。要坐电梯上去二楼。到二楼了，赶紧下来看看。哇，米妮家的大衣橱，每次打开里边的衣服都不一样呢。再让米妮带我们上去三楼看看。好啦，到三楼了，过来吧。这是米妮睡觉的床。这边还有一面镜子，米妮可以在这照照镜子。照完镜子就过来睡个午觉吧。好好休息吧，米妮，做个好梦。再让唐老鸭坐电梯上去。到三楼了，唐老鸭也下来吧。这是唐老鸭睡觉的床，唐老鸭也要在这睡个午觉。好好休息哦，唐老鸭，待会儿还要和米妮玩呢。嗯，米妮睡醒了，她在这边看一下，那边也看一下。唐老鸭也睡醒了，他也在这看看风景，透透气。我们再把米妮换件裙子，换这件试试。不太好看呢。再试试这件粉色的吧。这件好看多了。再来戴个漂亮的头饰。好啦，米妮打扮好了，出去玩吧。